哎，阿哥买到了吗？公文呢？公文拿了。公文拿了哈。阿都有了哈。都有了。要母鸭嘞。拿了。拿了。好，现在来，现在来，现在来。好嘞，拜拜。不进来，不进来。干嘛？你这小子，现在干嘛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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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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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
你可以跟他买啊。我一我几块钱，我先我先我几块钱不啦？对，不能够啦。两个四百要不要？不，我那边，我那边四百，四百要四百。不进来，他不进来不了。进来，你看四百，两个四百来，来，四百就来，叫几下？不叫，然后姐姐，两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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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我朋友上次买的虾卷，哎，你看两边都是甜的，不两边是甜的，对呀，啊，还有时候东西又不一样。你是香奈儿的朋友吗？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啦，桑尼啊，哦，他带上，他就是。如果要钱，来吧，哥讲，哥讲，他跟我说吃的跟他等一下会做啊。哥讲呀，他说跟之前他买的不一样，就不好。到几分钟？时间到，你这点工资时间够不到嘞，来。来啊，哥讲，来，哥讲，再不进来。FB 上面的讯息都错，再问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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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问你买块，你买块，你包来。最贵一下，你包来，这个是鳕鱼段。哎，你冷包。对。来，这就是小块。你包来。最好。来，你包了来。最贵块，最贵块来。我没有吃过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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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真的哎，我不太懂他在讲什么。对啊，因为你一开始你要听，你要久一点才听得懂。是哈。对。姐，这几个人，这几个人来，来进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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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以，来你买，来来来。你帮我来，哇！这我来，这我来，我再招，再招来，就这些人把招来。
我把枪给我摆，给我摆，枪给进来。跟你学英文一样，要多听。走走走，起来。我一般都学会了。不要真的，一直听，每次就听，然后学着讲，学着讲。英文好吗？我普通的对话可以。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那个，看，没有一个手机啊，那个，那不要英文歌吗？你不要一开始就跳听一听新闻，听不懂。你要先听简单的，你要先听简单的。哎，你又回来了啊，朱凡，好爸爸哈。他厉害，不奇怪啊。因为那个音，他们讲话都很多落音，很多连音，你直接听听不懂。真的。但是那个好听久，你就会知道。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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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要几倍？我是一件三千哦，不了三千吧？一千块钱不等啦，三千啊！啊，再上侪啊！这是啥物啊？套条，套套，就是小卷套套。牛啊！你刚刚不够小，你几块呢？哦，几块？一样，一样，一样。你我来几斤？你刚刚不够小，我几块呢？就大小，就那个尺寸大小。哦，小卷就够了。这个好吃哎。辛苦吧，姐，你要几块钱？辛苦吧，你。啊，我都分不懂什么是嫩席呀。啊，就是那个左边那一个。那个才是嫩席。那个有稍微肥一点点，然后没那么尖，然后看起来比较软。嫩席啊，是圆的。你如果看它的那个。你其实全部情况一样。久了以后是看感觉了，看久了以后就感觉了。到现在还分不清楚。一开始一定分不清楚的。对啊。过来啊，过来。来点进来，点进来。啊，进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就来了。没有了。没了，人家直接。没有，全收完了。对啊。一般市场来讲，一斤多。对啊，我。他六千。很贵啊。来。他六最好赚两个钱，不赚两个钱几个人？没有三个，用到等心先我们两个很多买，还有一千吗？对呀，还不要？没有，这大大块呀，这样够满分就好了。哇，看这么多人，哪一家？加入到第二。哇，这个超三了，好吧？哇，就我这来第五号买，然后就买。谢谢啊。这几个几来个欢乐。那这样慢比较快。嗯。那我连下来。老板。比较厉害，他的货真的不少，你捡捡好不？哎，我拿我只鞋过来，哎，我拿我只鞋过来，哎，我哎呦，捡十把来，哇，好棒，好棒，捡捡，那次，那次就，那次你就可以他叫他炮供了，炮供就是那个套，他已经到快完期、快死掉前的最后他最大的状态，他在往，他在大下去就死掉。所以他的生命周期也很短。嗯，五千两呀，哎，这个小问题呀，还是问题，这个小问题，五千，五千块，对呀，这个买到赚到了。嗯，我们家小孩好喜欢吃。我来，你是鸡肉面来，真系，没料。来来，请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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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姐，阿姐，我把了，带我包，我姐啊。什么虾？什么虾？白虾，白虾。白虾呀。你今日买咩嘢来？我再弄条虾仔，我包了，我包，我包虾，我包埋哦。
是没有，不用得呀，不用得呀。够吧？耶，买回来，买回来，现在，哦，不用，不用问题，不用买回来，你就现在。几斤？六斤。六斤哦。嘿，六斤来。这买好一斤卖，一斤卖两百八块出来。这是什么标哟？故意标。故意标来。故意标。故意标啊！这不可能是人的标，没有人弄来。故意标是。哎，现在讲不讲？现在。讲不讲？上届我有三斤，三斤毛钱，讲出来。不现在，一斤八块，讲不讲？卖看六百出来。对，公的。六百出来，五百六。母的就可以。三斤出来。哦。再五百出来，再五百，五百出来。五百出来，五百出来，五百六。我现在我爸，你要替帮我翻译。我现在我爸这边。我的天，听不懂。我现在我爸六，我爸六，再播七八，三八六了，现在三八六。今天啊，这个啊，三八，三八，我现在三八，三八，我现在三八六，三八六，三八，我现在三八六，三八六，三八六，我这边过来，我这边过来。哎，走，走。今天生意不错，对，今天还不错。今天老板啊，今天比较不冷，因为昨天太冷了。不是，我看有很多人是冲着他来的吧？不要来，我来，我不要来。好多人哦，好多的。他脚步高，先给我扶过来，赶快来下来。你上礼拜是看另外一个老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不好比看我。不一样哦。不一样。他天天来卖啊？没有，礼拜五。但是不一定都是他。还有别人来，他们就一个。我现在在，在，在。对。哦。是，我是一家大户，你好，哎。哎。以前他们都有去六米街，现在都不去。去了啦，六米街。去了，又上来。我专刚来，刚刚都回来呢。我现在，对。六米街。三包，三包啦，现在三包嘞。三包，现在三包六。三包，现在三包六，三包块啊。还是我你吃完，我讲你吃完，不给开，不给吃，不给吃，不给吃。只只哦，一块都卖两百，真系不贵块，真系五百两。哎呦，不贵啊，五百十八，不贵块十八，真系。哎，我都未养羊，这个是要煎的。是。你有没有鱼标箱？有没有鱼标？哎呦。没吃过的，有没有吃过的？对呀。你不会买？不会啊，我都会去试，没吃过的。但是要尝试过了，喜欢才。因为你要试很多不同的东西。因为鱼标为你摆。我也喜欢。因为你摆好鱼标，两位想摆好鱼标啊？不是，用不到位，标个位置啊，现在四口龙鱼，四口龙鱼有，四百六来。用脚背个位，四百六，四百六。四百。四百六。四百啊。老杜，你买三百，搁加一百就好啊。两百块钱，四百块钱，你好，只要钱不准备吧，来回三四百块钱，来起来。来起来。啊。我五百六来，五百下，四百六，还够百公斤了，三百啦，三百块钱，三百块钱，三百块钱，不过鲈鱼清蒸比较好，因为鲈鱼你要想，它太吃柠檬鱼有没有？我忘记介绍，太多菜，而且还有五百六，对，而且还有五百七来。每种鱼比较它适合的做法。在了，在了，在了。所以这个清蒸，鲈鱼之类的都清蒸。你帮我下来。煮汤清蒸。下面请你帮我来，你帮我下来，你帮我边介绍来，你帮我下来。我买哦，来，两位，来。你回去可以查。真的，你买出来真系。香果。买回来，买回来，买回来。你买，买点，买点钱来。我包了。放这里没关系。我包了。是啊，我包。我包了。这是羊肉炉。哦，羊肉炉。我包了，谢谢。我包了。要不要吞两个？我吞两个，我包。
三百来，两百五啦，你好些。分家啦，分家两包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。这个够。分家这样，根本这样过来，到我这样啦。不接下来，不接。不接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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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他的他东西做的东西都是比较高档的，他的人参鸡也是三百五，比较高档的，所以他平时不用怀疑啊。他现在是两盒吗？多少？两百五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嗯。一二五啊，三百五。三百五。来。哎、欸，二啦，这个可以吧？那个龙王应该可以。你说这个是白虾呀、啊？对。啊，我来三两片，现在。哇。这个十斤重了，就三尾三两片呀，千五。千五百块，不三千五啊？五百。我两块卤鱼不要钱了，来。五百。三两片呀，五百。来，这样。他的方式是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！老板，几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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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鲜的。啊，我今天是捡的，是的。在，老板，我今天是捡来的，对不对？捡的啊。捡捡捡捡来，捡捡捡回来。在，老板，你捡来。捡捡来，捡捡来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是捡的，捡捡。来，加点水打，加点水打来。来。我问这个，还要吃来？我包好吃，不吃还要吃来？我包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姐。过来来，我包来，吃来，吃吃来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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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三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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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几年？到底几年？到底？几年来？要来，没来，没钱来了。来来。他这是洛江人，吼。啊。洛江村对吧？对哦，洛江村。洛江村。有他的 Q 造团，太讨厌，太讨厌了。六项的 Q 造，叶炳佑，叶炳佑都当，嗯，叶炳佑，伊都无阿当的。你做咩这样？你看上个几年，我上个几年，你不要几年来，你不要进来，先把它放进去，因为我要放饮料在这边。你们中午要去吃饭？哦，你要跟他在哪边吃？哎，我现在跟你要跟老婆在哪边吃？哦，你们可以去拉拉泡啊，但是拉泡好像跟他比，拉泡最好吃还是清远炖的。我讲，都你先过来，我就先进来。我去拉泡吃了好几次，我觉得还是清远炖比较好吃而已。要别倒，啊，别倒。哦，乌马来不及哦，你们来不及。那个乌马进去要两个小时以上。我要去吃烧肉。明天。哎，没有音乐的话有吗？来，我们来。哦，对。六点几可以演，对不对？有关系的，比较有认识的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好。证明旁边有妹子吗？你来啊，来就知道啊。问那么多。不是想给钱，给钱。你是直接都去帮他们合作，跟他们。还有高雄的。全省走通路。对，礼拜六会去高雄，但是明天要投票，我们要下去。你这样不？不能下来，不能下来，不能演中国大赛。你要录的都，你要是录的都多钱都不要，你不能用我讲，不能用，都别不能用，这些都不要。下来。哎，我下来。不然有事有事的考虑要北市来，哎，我现在节能条来，哎，节能条，不然有对不起，你们两百，你们四百现在涨我了三百了，两百了啦，现在包来，来啦，现两百了来，我现在两百现在，包现在两百现在，不一样，这是不来，对呀，这是煮粥的，卖，这是煮粥用的，不然就四百了，不然现在两百，不然现在两百了来，包来，两百现在包来。
就蒸两条啊，吼，煮满意吼，你起来，蒸两煮满意来，再一百块钱买。还是包下来买？有啊，那个第五、第三、第三市场那边哦，那个下面那个还有啊。再有下来，你包下来，一百块钱买下来。哇，是啊，还有啊，下来下来下来买，一百块钱了，你买。没有那么多。那个麻衣，麻衣有些人喜欢。我好喜欢哦，是来台中我才爱上的。